要不归属我女婿了？女婿？您说谁是你女婿啊？他呀。哎，司令，你去我床头柜把我那个里边有个纸盒拿来。哦，那个，这方警官只是一说，那您就别太认真了。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哎，别，我去。你吃水果。您说黄自立是您女婿？啊，一会儿你就信了。好，来，给我。妮儿，这是我们的全家福，里边还有结婚照。对了，户口本最说明问题了，你看看，你自己看，你看看，这里边有没有黄自立三个字儿？别晃了，站这儿。你不是一直声称自己是离婚单身男士吗？今天的事你怎么跟我解释？我有必要解释吗？我分居都五年了。分居五年了，为什么不办手续？黄警官，这个好像你管不着吧？哎，谁说分居了就得马上办手续啊？有这规定吗？这个规定没有。什么时候办手续那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你为什么要隐瞒事实？说什么目的？没目的。在我心里边，我觉着分居五年那就是已经离了，而且我跟我前妻已经达成好协议的，我有必要隐瞒什么呀？你还挺会狡辩的。本来我还自我反省呢，觉得以前对你太严厉了，不恰当。现在我真是小瞧你了，方警官。可能你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你可能有职业病，你见谁都有问题。你才有问题呢！但我希望你最好没问题，我会一直盯着你。你今天刚好有空，别忘了带木木去动物园，把六一儿童节补了，缓和一下你们俩的关系。我会带他去的，还有事吗？暂时没了。师傅，你快点呗，我们上班快迟到了。脚真疼。不是你明天能不能别穿这么高跟的鞋啊？每天站着多累啊！我该换的是鞋嘛，我该换的是工作。换什么工作？换哪儿去？我朋友刚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公司前台的工作，工资比现在高多了。是吗？那你带我一起去呗。你能去干嘛？你个厨子。厨子怎么了？厨子怎么了？谁不得吃饭啊？别贫了，你就说吧，同不同意我去？去，谁敢拦你啊？真的？我要拦着你，你不高兴啊？瞧你这话说的，就是不同意我去了，没劲儿。不是，我们俩每天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多好啊！多少情侣羡慕我们呀？去什么去啊，不行去啊。哎呀，师傅你快点，我求你了。去，懒得理你。那我理你。
听上去情绪不高啊。等一下。我跟露露在老地方吃火锅呢，要不要过来？不来了，挺累的。完全理解，那爷俩本来就不好对付，现在再加个方言，你肯定都水深火热了吧？也谈不上。他找我了，找我了解情况。那你还叫我去吃火锅，不成心气我吗？不是想关心关心你吗？他问你什么了？问我你的婚姻实际状况。你都说了。哪能啊？没有你的授权，我可不敢跟他吐槽。我就跟他说，据我所知，你都离了。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要我说呀，你干脆啊，就跟方言全招了得了。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子江，我的事跟他说不着，你也千万别跟他说什么。你都完全可以不搭理他，知道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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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激动，行吧？那你说不说咱就不说。行了，你们俩吃饭赶紧回去吧，不跟你们说了。啊，拜拜。那楼上的窗可以开着通通气儿啊。然后厨房的东西啊，你自己熟悉熟悉吧。好，等老爷子吃完饭呢，你带他出去遛个弯儿，中午回来他要休息，你就可以准备中饭了。好。木木，木木，你快迟到了，快点。我们走了吧。那又把我一个人撂下了。我得上班去。哦，今儿是周一，有手术吗？有在大的呢。快快点。哎。你快点，我要迟到了。知道。对了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我都写在冰箱上了。啊，钟老拜托你了啊！走走走，快快快！早上好，木木来了，快上课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好。半天了都，哎呦，一堆事儿，都理顺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关于啊这次产品推介事故善后事宜，我拟了个计划书啊，你看看吧。嗯，